现在要来开箱我家里尘封已久的电烤箱，惠而浦的电烤箱，看看有没有有缘人可以把它带回去。拍卖的网址会贴在下面的连结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点开来看看。在网络上每个月很多人都在看，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人下标？好奇怪哦。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拍影片的关系？没有打开来给人家看。它里面的内容物有夹子，还有烤盘，三个。它有附说明书，还有保证书。它是25L 的，那这个额外是纯妹送的 T 恤，水杯。还有这两片。惠而浦旋风烤箱，内容量25L，型号 WTOM251B， 电源使用 110V 的，消耗电功率1500瓦，宽高深478×286×387mm， 它的净重有 6.9kg。 烤箱有四种功能设定，可以依照不同的食物选择不同的烘烤方式，下火、上火、全火、全火加旋风。下火适合薄肉片、蔬菜、味汤等食物，上火适合鱼肉，全火适合面包、饼干、肉排，最后一个适合面包、蛋糕、饼干、披萨。